这里不是这样的电费呀、水费呀，这样的不是政府补要贴两百补块贴，而已，两百块，电费有补贴两百，电费就是补贴两百，啊，每家每户两每百，家为，就是所有的这个澳门居民可以拿得到两百这个澳门币，啊，就是减掉吗？都他在电费单里面帮你减，就是电费而已，就是没有水费呀、这些水费没没有有，吗？水费没有。也挺好呀，反正这个电费韩国的话都要付，就是多少钱就是付多少多少钱，钱多？嗯，我觉得这里的福利很好。啊，幼儿园到高中读书都免费，都不用钱。哦，那就真的挺好的，哈哈哈。你有孩子吗？有孩子，有几个孩子？两个，两个孩子。对，那他们都在上学吗？澳门上学。澳门上学，那去学校一毛钱都没有，什么付钱的？学费不用，其他伙食费那种就要，中午吃饭就要，啊，中午吃饭，啊，这个学府呢？学府也要自己给钱，啊，自己要给钱。啊，不过政府也有补贴，啊，也有补贴也的。补贴1000多块的那个杂费，1000多块钱。杂费，杂费是什么？给你买啊，书就是本各种各样的啊，书本呢这买些，粉笔呀、什么的，那个是一年给一次吗？还是对。一年给一次？对，一个学期好像一个学期，那就6个月一次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应该是差不多。那就比如说3年的话，就是1000、1000、1000这样都给吗？就是那6次给吗？3年的话就是中学，有毒的话，他每个学期都每个学期都给填表，他填都表。给你，1000，1000多。1000多，啊。嗯，那挺好呀。每年都有钱发，对，每年一年一般给多少钱？现在给今年给9000，9000，啊，澳门币嘛，一年给9000，对啊，都给了快10年了，从6000每一年给。每一年给每个澳门人都有，那比如说你只要有3个人。就2万7了，那就27000啊！10个人就9万，真的？真的。60岁以上的每嗯，个月都有养老金啊，60岁，60岁以后还有另外的拿得到的钱，3000多，3000多，养老金，养老金、退休金。每个人那都这有，个给他们的孩子还是给养老啊？那个老人老家，人家，给老人家给他们直接给钱。哇哦！太好了，9000不少啊。那这个9000是不是过了18岁之后拿得所到？有，1岁就有了，1岁就有了，一岁就有了。对，所有人都有，所有澳门人，出生了就拿得到9000了，每年。对，真的福利太好了。然后60岁，这个你小的时候也有过吗？对，这几年才有，这几年才有。这几年经济发展了，经济发展的就很大，对。所以大概多少年了？这个快10年了，10年了，差不多快十十年。年，那10年之前的话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吗？没有，10年之前什么都便宜啊，工资也不高，工资也不高，然后物价也便宜，对，然后10年左右就房子呀这样的都高起来，工资也高起来，然后这样的福利也有了。对。嗯，可能应该澳门这里，这个赌场啊，这些就赚的，赚钱都是，赚钱的太多了，然后就对，是政府拿得到钱来再还给澳门人。对，澳门才4、50万人，人口太少了，4、50万人，每个人就可以分很多钱。澳门才4、50万人，香港有700多万，对对，韩国有几千万人。韩国5200万左对右。啊，你看，差不多人口是，韩国人口是澳门的100倍。哈哈哈！不过韩国都没有这样的福利了，太好了！还有什么福利啊？这样的国家给钱啊，学费免费看呀，医生不用钱吗？看医生不用钱。你平时的小病那种伤风感冒啊，那种看医生都不用钱，这样的都不用钱啊？不用钱，澳门人都不用钱，
但是要看大病的话就要排队，要排很久。但是不是有限制吗？就是学生免费，什么65岁，所有人啊，所有人看医生。你这样的健康的人也是。我现在感冒去看医生。看医生免费啊？免费，不用钱。所有的病都是免费啊？不是所有的病，就伤风感冒。伤风感冒，简单的病的话就是免费。对对对对，简单。拿得到药也是免费。看医生这一分钱。那比如说得到癌症呢？癌症。他好像申请，他政府也会帮你啊，就也有给钱的，自己给钱，有政府给有帮助的。对对对。哦。然后65岁以上，什么病都不用钱。哪个？65岁以上的话，什么病都。癌症也是。啊，什么病都一分钱都不用花，全部政府。一毛钱都不用花。一块钱都没有。对，全部。哇塞。政府帮你全报。哇，太好了！我赶快找澳门女朋友，我赶快找澳门女朋友，然后我也拿得到这个福利，那就我也拿得到这个钱。每一年我跟我的老婆拿得到9000、9000、18000，还有孩子学生这个免费，还有什么看病也免费。啊，我赶快找一下。对，要有缘分。要是跟澳门女孩结婚了，那就过了7年之后拿的。7年，好像4年。4年吗？大陆是4年，这里韩国我不知道多久。我听说是7年。要7年呢、啊？他们有的外国有的才两年或多久也可以。啊，是吗？我听大陆是4年。大陆是4年。大陆跟澳门结婚很多。啊，大陆跟澳门结婚很多。4年就。那大陆跟澳门人结婚了，那就澳门的这个福利都拿得到。都拿到，他就可以申请澳门身份证。但是这个不是过了4年之后拿得到吗？就拿得到。结婚。不是。拿结婚证开始算起，4年。比如说我这个月结婚了，那就这个月开始拿得到。今天开始算。就是今天开始算，4年之后拿得到所有的福利。对，就可以拿到。澳门身份证可以拿得到。对。那就。就是澳门人。刚刚结婚了。啊。那就。不行。不行吗？还不行。哦。还不是澳门人。比如说我是韩国人，然后跟澳门人结婚了，那国籍是韩国。要啊。应该是国籍是韩国吧？对啊，你要4年后才可以拿，拿得到才可以拿到澳门证件。嗯，他就可以拿得到所有的福利。福利，对，每年都有钱发。